大家好，我是醉影，今天带来一期全红酒吧原版的比赛解说。这场比赛是大口大战二龙，这也是酒吧原版界两位顶尖高手了。大口的草地精甚为出名，现在大口的宇宙草再次出击了，也能把草地玩到这个程度，特别是在原版中，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这应该是情怀所在。那千元羊助跑也是帅的起飞，哎，后面前跳后跳，攻防得当，也是大口的拿手绝活了。花药三式打乱斗，哎，两点过去，奈落再打压制，二龙的八神有点招架不住，完全处于一个防守状态，根本就无法进攻。进攻的话也是无效的一个进攻，现在又被花药三式打了。时间不多了，只剩十多秒，大口看能不能一鼓作气干掉二龙。二龙防不住了，好看二龙下一个人啊。第二回合看二龙的大蛇克里斯，草地还是一如既往的打法吗？这身占了个 CD 啊，打的是比较随心所欲，也是相当的轻松啊。那大口现在没有什么心理负担，但克里斯击中以后给了一波打气都接毁烧。哎呀，角落大口血量只剩一点点了，这个草宇宙草，两颗级的草地精还会不会有大的动作呢？没什么一带，奈罗打你像闪身，哎呀，闪过对手燃烧之后啊，还是破绽会很大啊。第三回合，看大口的八神，大口的小草强，大口的八神感觉更强，放到第二个位置出场，最后他也又用了一个克里斯手底吧，对，用克里斯来保证一下胜率。现在二轮的克里斯是稳中带狠啊。别看他出招啊不够密集，但是每一招都是直击大口的痛点。一波 CD 刚开之后，八神也刚了一个 CD 啊。原版中用气刚 CD 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。预防哦，三点确认，大三点灭大蛇替，八神只给一发大蛇哦。大口现在机会来了，也给了一发大招八阵女技能。其实原版的刺激程度感觉是要高于 C 版吧，因为 C 版注重打连招。原版的那个心理博弈比较多一点，所以说会让人感觉比较刺激。接下来看二龙的大门，不动不上的一个大门啊！八神先给发地波，小跳谢风，重手葵花三式，后面哎呀，还想再跳过去一对方百合折磨。今天大口打得很嗨呀、啊，先给个地波吧，跳地以后大门只刚出 CD， 八神，哎呀，八神还在不断的跳啊，但是这个跳已经是无效的跳了。那双方进入到第五回合的角逐，看大口的克里斯头上符应对一下，后面克里斯继续给他一个 CD， 大军大中美亚滑铲跳地两下三下跳入 CD， 大门不敢动啊，给搞的会不会突如起来的一发打击都直接破防的，看大口是怎么出吧。燃烧美亚，燃烧再美亚，大门还跳，再美亚大门还跳，三发第四发，哎呀，第四发大门直接闪身了，二龙今天怎么回事耶？啊，来看第二局，第二局二龙即使用八神打首发 ，CD 复合来一个波，这进入到怪圈里面了。二龙啊，大口也是好搞笑，看的这个打法，那要落一下啊，哎，八神升了升得上去，后面继续进入到一个拳脚上面的博弈啊。对，升龙直击八神空中的刀，刚 CD 被反刚，跳 CD 被反刚，八神这一次终于开始进攻了。对，最好的防守那就是进攻。三点千岁快速晃摇打到，升龙再来一滴血，哦，哎呀，毒咬和对手的爪挠啊，相碰了，相抵消了。好，第二回合，二龙的大蛇克里斯。两点很快确认无视，看你奈我何，大口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啊！哇，草地没有气了，现在克里斯倒是开起来几包美亚，燃烧接 CD 的一个连招方式，后面升龙打空，好，大口这个草地这一局用什么来形容呢？可以用放肆来形容，打得太放肆了，哇！其实这个放肆啊，在这里应该不属于一个贬义词，刚才这个形容，嗯，好当手。现在大口
放 CT， 角落八神开启屠杀模式，跳 CT 勾腿下盘，密集的进攻开始了，可是不如克里斯的一招精准打击。一波野兽中下中脚血量差不多了，如果再掏一发大蛇的 T， 克里斯可以取胜。克里斯跳 CT， 哇天！八神一颗气，开始又开始拼拳脚了。哎呦，哎，两点三点接着一发打击头，最后借鬼烧送走。好，我们来看大口最后一个克里斯啊，大蛇克里斯在九八原版中出场率是非常高。啊，先登他一个 CD， 接入打击头鬼烧。好，现在二龙送上一个大门了，不动武算的大门，大门拳脚厉害，这个就不用多讲了。先看怎么发挥好大门那个优势啊。他开场就刚了个 CD 燃烧，又是燃烧，就这招燃烧把大门治得服服帖帖嘛，看克里斯还敢不敢再出跳地跳 CD 啊，脚了再来一手燃烧，大门还是不敢动的，墙头一下，然后迅速跳地加打力接大蛇 T， 二龙被揍门了，滑铲下盘呀，哎呀，大口连胜两场，各种骚套路就频频出现了。再看第三局，第三局啊，二龙的八神啊，先给一手升龙，读了图，这局更放肆了，大口，周拳对空，好，角落试图封住二龙，封住了，重拳毒咬三式，后局继续奈尔洛重拳毒咬荒咬三式，晕了，气势不知该上去，咿呀荒咬，哇，这一局更是随心所欲了，大口啊，好，第二个回合，二龙的克里斯。现在大口啊，再做一个防守，大口吃四方啊啊！没接大蛇地，草地再给一手精准的升龙，黄小三是怼到角落，这是要穿三的节奏啊！又给了一手不是，我的天哪！二龙被削的剩一滴血，最后一波下重脚，二龙下盘不稳。后面看二龙大门，这一局心态上面出了一点小小，就那么一点小小的问题啊，二龙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啊，在战斗中调整。开始高有高手的那个数字啊，奈罗洛以后轻腿重脚，哎呀，重腿截入，哎呀，不疼不痒 ，CD 确认气势不知改，哎呀，后面再跟一手奈罗洛的逆向被大门接住了，头上被接住了啊，哎呀，后跳地完了，哇，这个后跳地前跳地虽然跳得很低，可是还是被大口抓住了下盘，比分现在来到3-0了，而且还来了一个穿三眼用小草。真是很佩服大口的这个意思啊！重拳回花三式，八神继续一反。哎呀，这次没有打逆向，而且掏剑。哎呦，八九杯，二龙浪起来了，跳地后葵花三式到角落还敬酒。哎呀，八神直杠 CD， 试图要搞死大口这个草地，可是好像没那么简单。这个情况又出现了反转，晕了。哦，二龙啊，二龙。浪也没浪起来呀，这一局被残血翻盘，我的天哪，只是不给二龙留一口气了。来看二龙的克里斯，大口心态是不是心理素质也是超棒啊，超级拆掉重锤重脚毒咬，这就开连了，一发六连，角落再次开压制，密集火力压制上火力，对，毒咬以后两点三点再开无视，二龙也不知道该怎么打了，现在，天哪，不管怎么样都会被掏，哇，三点木牙接个升龙绝了，哦，看第三个回合，这一局难道说又要穿三？看二龙的大门，小抓没抓住，啊，这个跳就是为了躲住这天地反呗，重脚别倒，哦，终于还是被逮住了，哇，最后这个里头想鞭尸一下啊。接下来看大口的八神，这个大口的比赛啊，一如既往的好看。好，跳地抢下攻，大门使出一招头上浮，手起上天，百合折也被顶，假的一个百合折没出，其实。重锤，重手金手葵花三式，后面继续，好，两点三点葵花三式，二龙就一直闪来闪去，是个什么情况啊？最后还，哎呀，八九被还了一下，哈哈，正如琴琴手接趴着女，心的。
好了，最后大可谓是舒服了，用4-0征服了二龙，秀翻天呐！